心灵港湾静心会成立于2001年1月，由张建成牧师夫妇带领宝石静心会的十位弟兄姐妹和梁建强夫妇一起配搭开拓教会。心灵港湾静心会一直带着最大的诫命和最大的使命进入人群，分享神爱，把祝福带到每一个角落。我们的意向是看见神国度荣耀的降临，在全地属天领袖的兴起。我们盼望以真理塑造天国的领袖，在所处之地发挥影响力，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教牧团队和执事团承接以上意向和使命，制定教会的方向，透过不同的事工，包括心灵医治、辅导、教练和营会等，帮助弟兄姐妹寻找生命的意义，突破自己，回到神给他们的命定。心灵港湾静心会共有5个牧师，分别服侍不同的群体。儿童牧区 The Living Generation 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学习平台，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的活动让孩子参与其中。孩子们在爱心老师的带领下，从小在真理的根基上学习如何彼此关爱及健康的成长。少年牧区 Wow Youth 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青少年专属天地。虽说青少年就只会待在家里， Wow Youth 的青少年在热爱生命的青少年导师带领下，透过不同的活动、分享、营会、直播、影片，活出了与众不同的青少年生活。职场牧区，职场心灵港湾，一个让职场人充电的地方，一个让职场人开阔眼界的平台。透过在职场有卓越表现的领袖和企业家分享、陪伴和真理的教导，职场人能够找到他们工作的意义和热忱，进而在职场上做光做眼，发挥生命影响力。今天我们所处在的这个的时代，主，我们要为你来到起来点燃，我们要为你来到复兴这个时代。澄清牧区，这是一个适合成年人或者已经组织家庭的弟兄姐妹聚集的地方。每个星期日的主日崇拜，弟兄姐妹都会被上帝的话语激励，被神的爱触动。这就是弟兄姐妹属灵的家，心灵的港湾。乐龄牧区，这是阿公阿嬷的最爱，他们在这里唱歌，他们在这里跳舞，他们在这里享受喜乐的年龄，健康的心灵。这里是他们叙述自己故事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经历，但是在这里，他们的人生其实才开始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呼吸，每一次的祷告会都会让我们更加贴近神，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同时得到心灵的释放和医治。人人都只想留在一个有爱的地方，心灵港湾静心会就是你生命的心灵港湾。你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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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前来寻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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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寻找这永不止息的爱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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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前来寻找这永不止息的爱吗？你愿意前来寻找这永不止息的爱吗？